熟，跟很多的电影人的一个交流吧，会感染我。摔跤吧爸爸没有哭，但是内心的触动还是很大的。文艺电影偏好是看很多的文艺电影，所以我还蛮想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尝试。有钱就是跟我的性格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应该是某一年走到后面的一位女生，因为她踩我。哦，这个问题太难了，因为我从来就不会打分，我连自己的专辑也打不了分。很难很难打破。上一个假期是去的摩洛哥，最近比较迷恋风衣。其实我还挺喜欢巴黎的，最近活得比较平庸，可以说是信仰，会带给我很多新的灵感。我找到了一扇窗户。